由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发起，汇聚了北京脱口秀演员方清平、评书演员王月波以及著名学者纪连海共同参演的大型原创节目《四大名嘴话北京》，即将于6月11日端午节期间正式登陆梅兰芳大剧院。5月20日，全体演员在北京召开发布会，正式向媒体及观众推出了这条京味十足的原创演出。据悉，此次由四位京城名嘴联袂奉上的这场演出，将以鲜明的北京文化特色为主题，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展示老北京的风土人情，让观众在笑声中领略北京的近千年的变迁。发布会当天，本次演出的发起人李伟健也是以周立波的海派京口作为参照，希望通过京城四大名嘴的演出打造出来北京的文化品牌。非常希望它成为一个这个四大名嘴的这个概念能够成为北京舞台上的一个符号，就是北京文化的一个代表，北京文化一个新的名片。我觉得海派青口做得很成功，而且周立波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既然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叫集百家之长，但是呢，也不能不看到，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缺点。我们把这些缺点都排除掉，让我们的这个成功率会更高。